游客纲下集。比尔和小伙伴们发现了奇怪的现象，江西馆的窗子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打开。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妖怪作为，一场捉妖大战一触即发。怎么又睡着了？还说今晚要一起捉妖怪呢。哎呀，这是昨天那群小蚂蚁干的吗？真没想到他们居然能吃掉一只螳螂。那么说，水滴也有可能击穿石头咯。天底下最柔弱的就是水和风了吧。难道他们的力量真能这么强大吗？哎呦，不讲了，我也撑不住了。亏是做梦，刚才的梦可真吓人呀。柔软的东西其实要比坚硬的东西刚强啊。对，山谷中的那块石头也一定是因为水常年的滴在上面穿出了洞，也说不定我们口中提到的妖怪其实是……好大的风啊！原来咱们说的妖怪就是大风啊，怪不得咱们什么都没丢呢。哦，要是妖怪来了，我也不害怕，一拳打倒一个。我倒真没想到，咱们山谷里的那个石头能被水滴滴穿。就是啊，最柔弱的水居然这么厉害，以后可不能小瞧他们了。我才不相信水能把石头滴穿呢，我也不相信妖怪只是大风，一定是比尔看错了。可是你不信也不行啊，水确实把石头滴穿了，风也把窗户和门吹开了。就不信就不信，石头是最坚硬的，水怎么可能滴穿石头呢？傻瓜才相信你呢。哼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呀？嘿嘿，他一定是觉得自己叫小石，就不乐意自己被水打败。他可真像石头一样又倔又硬。
哎，我想到一个主意，能让先生明天上课的时候表扬咱们。啊？什么主意啊？把你们的耳朵凑过来。居然还敢小瞧我！本来我还相信妖怪是大风呢，现在我要给他们抓到妖怪，让他们知道我小石的厉害。小智家的东西可真多。那是当然，咱们只要把门和窗户安上门栓，以后大妖怪可就进不来了。嗯。怎么是你？小石，你